届女网赛谢淑薇单打首轮过关，盼巩固澳网种子。台湾网球女将谢淑薇本周世界排名从第29名小幅退到30名，不过在 WTA 天津女网赛单打首轮旗开得胜，以7-6、7-4、7-5力退澳洲选手汤贾诺维奇 Tomojinovic 晋级16强，继续为巩固世界前32名，争取排进明年初澳洲网球公开赛女单种子。澳洲网球公开赛只有世界前32名选手能排进种子，谢淑薇目前第30名在安全名单内，她也透过脸书粉丝专页 Blue 文鼓励自己，写道：本周单打世界排名从29下滑一名，来到30位。更新，天津站，首轮单打两盘击败对手过关，继续加油。希望在两周的调整后，这周能以更加的状态出战。Keep fighting! 澳网种子我来啦！谢淑薇和田津女网赛单打首轮对手汤贾诺维奇在这几周亚洲赛事相当有缘，包括天津赛事今年已经交手三次。上个月日本广岛女网赛八强谢淑薇逆转胜风后，之后韩国首尔女网赛四强赛谢淑薇三盘苦战落败，今天则复仇成功，将对战成绩拉到2-1领先。天津赛事谢淑薇单打下一场对手是目前世界排名第122的俄罗斯选手库德梅托娃 Veronika Kudmetova， 双方过去交手过一次，赢家是库德梅托娃。